请掀开经本第66面第六行，66面第六行，从第三首偈看起。无量劫海修方便，何尽十方诸国土。法界如如常不动，极尽得天之所悟。这一首颂是极尽得天王的赞颂。在前面长行文我们看到他所得的法门是普严净一切佛境界大方便，着重在大方便，所以赞颂里面说无量劫海修方便，方便两个字含义是无尽的深广。同学们都熟悉佛家常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悲是发心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清净平等无尽的爱心，关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，方便就是爱心帮助的落实，众生族类不相同，在佛法里面讲大类是说十法界，细说的这个族类无量无边，称说不尽，众生的根性不相同，习气不相同，事欲不相同，造业不相同，决定不能用一个方法是度一切众生，没这个道理。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，一定要现种种身。大家都晓得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三十二是讲的大类，每一类里面还有小别差别，真正是无量无边的应化身。所谓是随类化身，这个类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族类社团，必须与众生先同类身，才能够随机说法，
这种种的示现说法都叫做方便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也是示现的应身，为我们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会，种种示现都叫方便。佛法传到中国，这2000年来，诸佛菩萨在中国应化的事迹很多啊。史书上所记载的少数，极少数，所谓是透露了身份。大概是90%以上啊，我们可以讲啊，99%不暴露身份，我们世间人不认识，不知道啊，暴露身份的极少数啊。众所周知的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应化来的，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应化来的，布袋和尚弥勒菩萨应化来的，富大寺这个居士也是弥勒菩萨应化来的。那么也有人说天台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应化来的。所以暴露身份的人很少很少。近代印光大师有人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应化来的。极其少数暴露身份的。没有暴露身份的人太多太多了。这个正是楞严经上所讲的。诸佛菩萨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这两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感应。众生起心动念，这是有感，诸佛菩萨就有应。感应的原理，感应的事项，前面都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，这都是事实，绝不是虚妄。佛家讲智慧，智慧有两种，有实智，有全智。实智就是大慈大悲，全智就是善巧方便。过去的人多半接受过圣贤的教化，明了理义。近代民国以来，我们将古圣先贤的教诲舍弃了，看到西方的这些国家强盛，我们一昧向他们学习，
把自己东西舍弃，造成我们这个国家近代遭遇到这样大的灾患了。佛家讲的众生心理的感应，现代人不知道礼义，不能够辨别真妄，不能辨别善恶，不能辨别好丑，这是经论里常讲的愚昧。愚昧往往不知不觉就造作罪业。损人害己，他为什么要做呢？无知嘛，愚昧就是无知啊。实在说，能不能怪他呢？不能。《无量寿经》上佛说得很清楚，没有人教导他了，不可以责怪他，只能够怜悯他了。把好人当作坏人，把坏人当作好人，把善事当作恶事，把恶事当作善事，颠倒错乱啊！才有这些天灾人祸。讲经说法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亡羊补牢啊！不得已的补习教育，以前没学过吗？现在佛在经教上来教导我们，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在童年时代要学习的，要扎根的。我们到中年，到老年才接触到，所以我说是补习教育啊。我们天天听经，天天闻法，天天读诵，天天念佛，有没有收到效果呢？不能说没有，少数人，不是多数人，多数人依旧愚昧，依旧被烦恼所转。你那个自私自利的念头，损人利己的念头没有消失，没有转变过来。你天天在学习，甚至你还会说说得天花乱坠，将来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，不起作用。先前不能消除业障，往后不能避免三途。你这个佛法叫白学了，你的修持叫白修了。真正修学佛法，要从心理上起一个大幅度的转变，转邪之见为正之见，转痴迷为觉悟啊。
主啊，恶念为善意，这才有效果。你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你要认识方便，要懂得方便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。这个时代是大劫难要来临的前夕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反常的现象。左传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人气场在妖心的。什么是常呢？仁义礼智信是常。现在谁讲啊？这五个字啊，都抛弃了，不讲了，不讲这个社会变成什么妖魔鬼怪。我们在这个讲堂还算不错，大家都是佛子啊，睁开眼睛看看大家还像佛菩萨的模样啊。大马路上走走看看，都是些妖魔鬼怪的形象啊。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。值得我们警觉的不是好现象。后面一定有大劫难随之而来。我们觉悟了的人加紧念佛。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一天召集学生，给学生做最后的交代。他说这个世界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降临也救不了啊，唯一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老居士最后的遗言。真诚痛切的教导我们呢，听经、读经、研究，要善听善学，要真正能体会经典里面的意趣。《金刚经》上世尊教我们。圣洁意趣，我们何以不能够圣洁呢？不能体会呢？是自己心里面有障碍。障碍是什么？总而言之，不外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这个里面最严重的就是自己错误的看法想法，如果不能舍弃，不能恢复清净心、真诚心，我们读经听经不能起如啊。入不了佛菩萨的境界。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，不但是一心得不到，功夫成片都得不到。这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深深反省的。
要觉悟的，要把这个毛病找出来，把这个病根消除，我们就能得到闻法念佛真正的效果，真实的功德利益。修行要发长远心呐，决定不可以退心呐。你看菩萨在此地所说的无量界海修方便，这个方便84000行门都称之为方便门，念佛法门是大方便门。世间的事都不是很容易成就的，都不是短时间成就的，何况成佛度众生的大事业，一定要有这个心量啊，无量界海修方便。这是我们发心，我们努力孜孜不厌倦的在工作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底下讲的普净十方诸国土，我们要看清楚啊，它不是为一方，不是为一个地区，只要你发真诚的大慈悲心，你建立道场不拘大小，人众不拘多少，3个人5个人共修，如果你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，诸佛菩萨也在这个道场给你们共修啊！没有这一份的真诚，没有真平等，没有真慈悲，那你做的是众生法界，你做起来当然就有困难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1000多年来一切众生造作的罪业，这个世纪末要算总账的。所以说灾难，有大灾难发生了，这算总账啊！1年腊月30算总账，许多人都是这么说，可不可以相信呢？我们学佛的人相信，凭什么相信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大家都想这桩事情，每一次也想出来了。所以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也，在此地建立道场啊，改变我们的思想啊，让我们不要去想灾，不要去想难，天天想阿弥陀佛，天天想大慈大悲，天天想清净平等，这样才能够化解灾难。纵然不能将灾难完全消除，我们深深相信，有理由相信这个灾难会减轻，灾难的时间会缩短，这个我们有理由相信。甚至于我们自己修行，
是不是为自己的？不是啊。为谁修行的呢？为十方一切苦难众生。这个十方还要加上啊，诸佛国度才明显否则的话，虽然说十方那个范围还是不太大。说诸佛国度，那就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为虚空法界一切六道十界众生而修行的，不是为自己啊！我们的生活也是为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而活着的。不为这个，没有活着的必要啊！你活在这干什么？这才是真正觉悟了。事出世间法，无不是好事多磨。世尊当年在世，魔王波旬天天围绕着释迦牟尼佛了，时时刻刻找麻烦了，在挑剔呀。传播谣言，制造是非，破坏佛法。其实他不能破坏释迦牟尼佛的佛法，破坏信众的信心，破坏信众的愿心，破坏众生的修行正果。魔能够做得到的是破坏一切众生的，不能破坏佛菩萨。何以故呢？底下说，法界如如常不动啊。诸佛菩萨常住法界。魔怎么能转得动？大家想想，诸佛菩萨是心包太虚，魔对他无可奈何啊！魔对什么人能产生效果呢？对凡夫小心量，心量越小，魔就越容易控制越容易破坏。对于心量大的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们如果在世法佛法里面要能够避免一切魔障，最好的方法心量脱开。我能够包容他，不要让他包容我，我就不受其害了。魔来掌道，他也很可怜的，他愚痴啊，愚昧无知啊，他才干这个傻事情啊！你要问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呢？为了自己的利益。所以来掌道啊，他是不是真正能得到利益呢？适得其反。他没得到利益，得到大祸临头啊！他所造的是忤逆十恶的罪业，
这一个报身结束之后，没有不堕阿鼻地狱的。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什么是真正的利益呢？佛菩萨所做的，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是真实利益。所以佛弟子要发心学佛菩萨，佛菩萨慈悲方便，念念与法界相应，法界就是自信，法界就是法身，法身就是虚空法界，法身就是一切众生。念念相应呢，所以魔不能动啊，他的心是如如不动。这才能够住持佛法，成就众生。天王在这个赞颂里面，我们应当要学习的，就是要有恒心，有长远心，修学种种法门。换一句话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面对一切人事物，我们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。我们的目的是利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回向偈上天天念呢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国土，普净十方诸佛土，就是庄严佛国土。我们天天嘴皮上念的，心里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！所以自己要冷静地去想想，如果心跟口不一样，我念这个回向偈就是打妄语啊！说得很好听啊，庄严佛国度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可是自己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跟这个话是完全相违背。那么念一遍打一次妄语啊，还说自己有功德。那么这是极尽德天王他误入的，他是从这个法门误入的。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同修当中有不少发大心，大心虽发了，经不起考验，遇到挫折，遇到障碍，退心。这一首偈好好念念。保持我们心愿的，不要退失啊！你会退心，就是因为你做不到啊，如如常不动。你不能与法界相应，你做不到如如常不动，所以你才容易退心。菩萨为一切众生的利益，为消除一切众生的灾难。
所作所为呀，确实有一些是世间人不能理解的，也无需要跟他解说。说老实话，他也无需要知道啊。任他毁谤，任他陷害，任他破坏，我们决定如如不动，完成这个事业，为一切众生消灾免难啊！决定不可以上魔的当啊！中魔的计，那就错了。我们自己的悲怨失掉了，众生苦难加重，魔也很可怜，魔要堕阿鼻地狱啊！如果我们有智慧，有毅力，有决心，不受他的障碍，我们的事情还是会做得圆圆满满，众生得福，魔的罪过也减轻，魔堕地狱不会堕阿鼻地狱，这个才是大慈大悲呀！救众生呢，也救魔王、魔妖魔鬼怪呀！再看底下这一首，这是第四首偈。众生愚痴所覆障，盲暗恒居生死中。如来是以清净道，此须弥因之解脱。须弥因天王，他所得的法门是随住众生永流转生死海。他的法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了，这个赞颂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众生正是说我们，生死中就是六道轮回，我们在讲习当中说的太多了，说一千次，说一万次，说十万次不算多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觉悟过来，没有醒悟过来呀，还要说啊？众生为什么永远流转在六道轮回？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，只要是在六道的众生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呐。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事实，才晓得这桩事情可怕了。我们知道天人的寿命最长，飞翔飞飞享天，寿命八万大劫。我们听到了，哦，这是天文数字，这么长的寿啊！可是他要跟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相比啊，他的寿命就太短了，
诸位都念过《地藏本愿经》，《地藏经》上讲的地狱的寿命是无数劫，它是八万劫，八万跟无数怎么能比啊？这么一看呢，我们才晓得，人天寿命都短促啊，八万大劫也不长啊。地狱恶鬼畜生寿命就长了。也许你不相信，那畜生有的寿命很短嘛。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，这经典上有记载，地点是在奇树结果多园。佛看到地上一窝蚂蚁走来走去，看到好笑，随侍的这些学生弟子们看到佛笑这个蚂蚁，问他，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笑这个蚂蚁，佛就说了，这一窝蚂蚁其尊佛过世了，他还是在蚂蚁身，没有脱离蚂蚁身的。蚂蚁是不是有这么长的寿命呢？不是的，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做蚂蚁。如果我们说一尊佛出世是三大阿僧祇劫，那至少是21个阿僧祇劫，他还脱离不了蚂蚁身呢。你才想想，畜生道堕落进去容易，出来就太难了。他为什么不能转成别的身相呢？愚痴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执着那个身就是他自己，不能脱离。为什么须陀洹称为圣人，称为入流？入流什么意思呢？入圣人之流，那不是凡夫了。须陀洹没离开六道，决定不堕三途。我们佛法讲三不退也，位不退也。你要问他什么理由为不退？须陀洹破了身见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，这一点就不是凡夫能做到的。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都做不到啊！他觉悟了，身不是自己啊。这个是在佛法里面得的真正是小果。我们连这一点不如他了。菩萨果报就殊胜，菩萨不会认为这个身是自己。什么身是自己？尽虚空遍法界是自己。菩萨肯定是这样的认知，虚空法界是自己啊。自己这个身体，我常比喻说，是我好像我们这个身体里头一个细胞而已啊，不会把细胞看成自己。这是他觉悟了，他所以能够脱离六道，能够脱离十法界，就是这一个认知，就是这一个觉悟。六道里面的众生可怜愚痴，愚痴所覆障啊！
覆是覆盖，障是障碍。覆盖了你的智慧，障碍了你的德相啊，使你的自信不能现前，使你的法身不能证得。自信发生，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呢。为什么呢？自信跟发生呢，就是虚空法界。你什么时候离开虚空法界过啊？六道在这里面呢。设法界也在里面呢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也在这里头啊，心包太虚啊。我们说量，心量，量是心的本能啊，本来就是包虚空、包法界的，现在我们心量变得这么小，起心动念呢，都想着自己，这怎么得了呢？这就是愚痴所覆障啊！你不能见性啊，你不能证得法身啊！你愚昧无知啊！盲眼横居生死中，盲眼是比喻，盲没有慧眼，见不到心性。那么说心性，也许有一些同修初学佛的不能够明了这里面的意思，我们换一句话说，不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个说法也比较好懂。般若经上所讲的诸法实相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你不认识，这就是盲啊。你不能体会，不能明白，这是暗呢、暗就是无明啊，无知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才横居生死中。生死是指六道轮回。这个横是永远在搞六道轮回。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，分身现行，慈悲教诲，你听不进去，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，不肯修学。但是佛菩萨舍不舍弃你呢？不舍弃，这个叫慈悲道的基础啊，叫大慈大悲。佛菩萨很有耐心的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都在教诲我们如来是以清净道，清净是对染污而说的，这个意思就很深很广了。
我们身心不但现在受种种的污染，无量劫来烦恼习气种子都是污染啊。现代人我们讲起污染印象会很深刻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讲，我们居住这个世间无著卧室，浊就是染污，卧就是造作卧业。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。常常去观察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不是与食物相应。你不能反省，不能够检点，不能改过，你就没有修行。你每一天读经念佛闻法都是白干了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跟食物业相应，你还是在造业，你还是在接受严重的污染。内烦恼习气污染，外面是非人我五欲六尘的污染，你还会有出头的日子吗？你自己一定要觉悟啊！你来生到哪里去啊？到地狱去啊！这个话说的虽然不好听啊，是事实啊。你与物相应吗？果然我们的身真正能做到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妄语，口真正可以做到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绮语、不恶口，意离开贪嗔痴，你能够与十善业道相应。你就不会堕三途了，你能够保住啊人天身啊。纵然保住了，你要觉悟一时侥幸的，再一生能不能保持呢？靠不住了。不可能有个人永远保持人天身份而不落我道的，没听说过。所以只要是在六道，佛讲的话没错，三途是你的故乡，是你的老家，人天两道是出外旅游观光，时间少啊，几天就又回家去了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诸佛菩萨慈悲呀，给我们示现清净道。这个里头为我们点醒，清净心可贵也。
离开一切污染，清净；离开一切分别，平等。清净是菩萨道啊。菩萨在世间现身说法，修一切种种善巧方便及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佛菩萨不享受。给诸位说，我们说佛菩萨不享受福德，是对凡夫说的。我们凡夫看到佛菩萨，哎呦，生活过得那么苦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他的财产三衣一钵，晚上睡觉树下一宿，白天吃饭到外面偷钵，贫贱到这种地步啊！我们凡夫看到啊，很可怜呐。其实世尊是佛慧二足尊呐，他怎么不享福啊？智慧圆满，福报也圆满了，他那种行持是福报圆满之相，我们看不出来。谁能看得出来的？经上告诉我们，近居天人看出来了。近居天人不是凡人呐，近居天是第四禅，无不还天。他们看出来啊，佛这种生活是大福报啊。可是我们世间人看到啊，那是贫穷苦到极处了，哪里是大福报？我们今天所谓是福报，一定是物质生活非常丰足。诸佛菩萨那种生活，他物质生活丰足了，穿得暖，吃得饱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我们世间哪个人能比得上他？你们要享受无忧六尘，你想想看，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？你心里头有忧虑，有牵挂，你付出的代价了。两样一比较啊，得不偿失啊，你没有福报啊。佛菩萨示现这个三衣一钵，你想想看，那真正的福报啊。他每天穿得暖，吃得饱，身没有事，心没有事，大福报啊。谁能跟他相比啊？你要不细细去观察，细心去体会，你不会发现，你看不出诸佛菩萨那种大的福报啊！我们粗心大意，看错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认假不认真啊，那是真的福报啊，那是真正的幸福美满的生活方式。我们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，我们认假不认真。你要不是细心去观察，细心去体会，你怎么会明了啊？你怎么会懂得那个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美满？真实
真善美慧的生活。佛不但教导我们，现身说法，做出模样来给我们看啊。佛教导我们，随缘而不攀缘。随缘，如果有机缘，要尽心尽力，普尽十方国土。语言不成熟，慢慢等待，不着急。这正是儒家所说的尽则尽善天下，退则独善其身啊。进退是缘，有缘我们要奉献自己啊，也就是有这个机会要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，没有这个机会老实念佛独善其身啊，并不是说我想过独善其身的生活，你想不行的，有没有缘呢？你要想怎样，你是攀缘了，你不是随缘了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，就是教我们过自在随缘的生活。这个里头没有自己的意思啊。祖师大德当中有不少佛菩萨实现做样子给我们看，你看没有缘的时候他住山住茅棚闭关进修啊，机缘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下山教化众生，不辞辛劳啊。我在年轻的时候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刚刚出家没多久，有一个居士，他有个别墅在山上，没人住。二战期间的时候，他们逃警报，逃避轰炸，在山上做了个别墅，日本式的房子。告诉我，我可以到那边去进修啊，去住山进修啊，住茅棚闭关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很自在。我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，现在有这么一个缘分，我可不可以到那边去进修？李老师把我骂了一顿。他告诉我，赵州八十有行脚啊，你有什么资格住山呢？我不懂这个意思。赵州和尚没有明心见性，八十岁了还要到处参访，到处学习，寻思访道。意思是，你没有明心见性，你没有开悟，你要到处学习，怎么可以关到门自己在家里闭门造车呢？我才明白老师的话，才知道，好，原来住茅棚闭关是要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呢？自己已经完成了，已经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虽然成佛，度化众生的机缘没成熟，没有人来请你，这个时候闭关住山
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等到人来叩关，等到人来请你下山弘法，是这么个事情，这都搞清楚了。啊，这个住茅棚闭关不是轻易啊。自己茅塞没开的时候，一定要到处参学。啊，这老师教我这桩事情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啊，以后再不敢说这个话了。啊，他说另外一种人呢，也可以闭关。啊，什么人呢？名气太大了，知名度太高了。啊，一天到晚有人来拜访你。搞得你自己啊没有法子用功，这个可以闭关说那是谢客啊。所以李老师说，你一现前两个条件都没有啊，你有什么资格去住茅棚啊？真正善知识啊，教导我们是句句都是真实话。啊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参学呢？讲台上就是参学，啊，跟诸位同学一起在学习，啊，我们只要真心的学习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心来学习，就得三宝加持。所以如来是以清净道，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感触到。只要你有清净心，你就能感觉到佛在加持，佛菩萨在帮助你。心不清净，妄想杂念太多，昏沉太重，这是自己有障碍。佛菩萨虽然慈悲，也加不上，加不上是自己有障碍障住了，不是佛菩萨不慈悲，不是佛菩萨有偏心的。那么以上这是须弥殷天王，他以这个法门修学而得解脱的。这个法门我们知道啊，这些天王不是凡夫，都是诸佛如来大权实现的，他们乃是能够实现在六道之中。啊，在人道实现人身，在畜生道实现畜生身，在恶鬼道实现出恶鬼身，度脱教化这一些苦难的众生。所以这个不是凡夫啊，华严会上所有一切族类这些大众都是诸佛如来，都是法身大师。你看他们实现的身份，显示他们常常应化在九法界，特别是在六道，六道众生太苦啊，佛菩萨的悲心特别重啊。那么我们要学学佛菩萨，就在这个地方学。越是苦难多的地方，我们有这个机缘，
不应该推脱责任，不畏惧苦难，坚定信心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这个工作决定是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的，怎么可以推脱？底下第五首，诸佛所行无上道，一切众生莫能测，是以种种方便门，净言地观悉能了。这是净念言天王他的赞颂，他所得的这个法门呢，这个德就是我们平常讲得道啊，他是用什么方法得到的？他是意念如来调伏众生心那这句话要用我们现代化来讲呢，就是他意念了佛陀怎样教化众生，收到教学殊胜的成果，这个意念好啊。那么要说到这个问题，这里头最殊胜的，他只是给我们讲了个原则，讲了个纲领，没有指定呢是哪个法门。克时而论，净宗法门是第一殊胜的。一切诸佛都劝众生呢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所以净宗称为第一法门的。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，它简单容易，稳当而又快速，只要我们常常忆佛念佛，忆是想啊，怎样想佛呢？所以我劝同修们，学佛第一步啊，要把《无量寿经》念熟。你要不念熟，你就没有办法忆佛了。忆佛，常常想佛在经中的教诲呀，特别是我们在生活、工作、应酬之中，面对着一切人事物，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要想怎样做，你立刻就想到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。你的经教不熟，你怎么能提得起来的？念熟的作用在此地啊。我的思想，我想说话，我想做什么事情，想一想佛在经上准不准许我这么做。佛教给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做。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不能做。常常想到这一桩事情啊，这叫忆佛念佛啊。
这个叫儒教修行呢。我们总要懂这个道理。诸佛所行的无上道，佛所行的都是无上道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无上道。无上道不是指特别一门，如果指特别一门，法门就有差别了。佛在《金刚般若》上跟我们讲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所以此地讲所行的无上道，是指一切法门，布施是无上道，持戒是无上道，忍辱是无上道，六度万恨，恨恨戒是无上道，宗门里面说的，穿衣是无上道，吃饭是无上道，赵州和尚叫你沏茶去也是无上道。你会吗？会了，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啊。不会，你不得其门而入啊。一切众生莫能测啊。众生不知道啊。不晓得诸佛如来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皆是无上道，什么原因？为什么说它是无上道？我们在这个讲席里面说的很多了，在古时候，古来大德了，一般都不肯说的。我跟诸位报告过了，为什么古德不肯说？古德慈悲，说出来，怕把你的悟门堵死了，就不忍心说。希望你能够悟入啊，你自己能够开悟啊，觉悟啊。那我现在没有慈悲心，我跟你们说出来了。为什么说出来？看看大家了，一辈子也不会开悟啊，那就算了，说出来算了。可是说出来之后啊，你要去求证的。证实了，认知了，那是自己的，你才能得受用，否则的话你不得受用啊。那么我这些话说了，这一句还用不用解释呢？实在讲还是要解释。我看看你们大家的表情吧，还是需要解释。这个道理就是他念念与法性相应，法性是无上道啊。在《华严经》上也说是与法身相应，念念与法身相应。
点点滴滴都相应，所以他是无上道嘛。啊，这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嘛，与心性相应就是无上道。穿衣与心性相应，吃饭与心性相应，喝茶也与心性相应。举手起步，没有一法不与自性相应，无上道啊！一切众生莫能测，测是测度思量，没有办法推测，没有办法了就思量。所以佛的境界经论上总而言之说了一句叫不可思议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思是思想，议是讨论，一落到思议就落到第二义了，就不相应了。所以真的是不可思议啊！这一句话是个双关语，对于已经开悟了的人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他们呢莫能测啊！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也是一切众生呐。如来境界等觉菩萨了也搞不清楚啊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对我们凡夫，我们凡夫迷惑颠倒，诸佛菩萨之所行，我们完全不觉不知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觉察，不能够正知？我们起心动念是念念行行跟烦恼相应，不是跟法性相应啊。前几天老法师在这里讲《楞严经》，很有味道啊。什么叫跟法性相应呢？跟见性，经上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见性，跟见性相应呢，就是跟自性相应，就是跟法身相应，那就是无上道啊。如果我们用见性见外面所有一切色，那就不叫色尘了。叫色性了，性尘无上道吧。见性是清净的，见性是平等的，所以见外面的色性，外面色性也是清净平等的，那就叫所行无上道了。我们今天用什么见呢？用眼识啊。眼识见外面是什么东西？色尘呢？眼识不清净，色尘是污染。这个就是说，你会不会用心呢？你会不会用功啊？会用功的人，用六根根性接触外面是六种尘性，不叫尘性啊，眼见的是色性，耳闻的是身性，叫明心见性啊。我们不会用，
眼识见色尘，这个好看，那个不好看，这个中意，那个不中意，全搞错了啊！啊，耳听的深沉，啊，耳识对深沉，乃至于意识对法尘，啊，这是一切众生莫能测啊！所以这一句话是双关语。可是佛毕竟是大慈大悲，他的智慧圆满，方法巧妙极了，就善巧方便啊，是以种种方便门，佛以种种方便的门径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理解诸佛所行的无上道，使我们也能够契入诸佛所行的无上道。净念言天王就是地观这个法门，他坚信，他证道了。我们也要学习。清凉大师在这一首偈里面，他解得很好。他说第一句高，第二句一切众生莫能测，是佛境界深的。第三句是以种种方便门广，清凉大师纯粹从如来德行上说的，德高德深德广，符合菩萨赞颂的意思。我们所说的是落实在我们自己现前的生活当中，应当怎样来学习。也不违背菩萨赞佛的得意，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习。正如教光大师在《楞严正脉》里面所提倡的，舍实用根啊，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的，如何保持第一念啊？第一念是信念，第二念呢就变成实了。佛菩萨的本事就是永远住第一念，不会变第二念。我们凡夫善变，变得很快啊！第一念是真心，第二念就是妄心啊，第三念就更不得了了。越迷越深了，
诸佛菩萨的高明处，他不明。怎样下手，怎样才做得有效果？唯一的方法，要把心量扩大，起心动念，念众生。心里面只要有想，想众生的福德因缘，不要想自己，念念利益广大的众生，而且这个心量啊，一定是包虚空法界，这个样子就相应。请看下面一首，第六句：如来恒以总持门，譬如刹海微尘数，是教众生遍一切，普照天王此能如。这是可爱要普照天王他的赞颂。前面两句就是普门陀罗尼的意思，因为他所得的法是普门陀罗尼海所流出解脱门，他的赞颂必定与他自己所学的法门相应。那么第三句呢，正是陀罗尼所流出来的。第一句里头，恒以总持门呐。总持就是陀罗尼，普门陀罗尼，他所得的法叫普门陀罗尼。恒以永远是掌握到这个原则，譬如刹海微尘数，总持是刚，刹海是末，掌握了菩萨修学大总持法门，那么到底哪一个法门才是真正总持法门？这个没有定法。如果要有个定法，法门就不平等，不平等就不称性。诸位要晓得，自性是平等的，自性里面没有高下。法门称性，哪有不平等的道理？所以说一个法门是总持，这个疑不是专疑，不是独疑，是任疑。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，摄玄里面讲的，我们举这一个例子说，主伴圆融，谁是主啊？谁是伴？任何一法都可以做主，譬如我们以人来说吧，释迦牟尼佛为主，诸佛如来就是伴，就好比讲堂嘛，释迦牟尼佛身坐讲经，诸佛如来都坐在底下听嘛，毗卢遮那做主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伴。所以，个个都是主，
个个都是伴，这才平等啊。不是做主的，他独一那个人做主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在佛法里，人人做得了主，人人都是伴，主伴圆融，人如是，法也如是。我们今天在此地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主，一切经都是伴，都是华严的辅助啊。如果我们讲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为主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也是伴，显示出法门平等。法法皆可以做主，法法皆是作伴，这才是这是真平等啊。所以佛法里讲一，绝不是独一，绝不是专一，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。所以才说一皆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这个话才讲得通啊。华严到最后戒归到净土，文殊普贤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赞颂阿弥陀佛，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赞叹，就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。那么这样一说了，这个阿弥陀佛确实是诸佛如来当中第一了。阿弥陀佛是谁呢？每一尊诸佛如来都叫做阿弥陀佛。这个意思你能懂吗？阿弥陀佛这是一句梵语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。诸位想想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光无量寿呢？你们诸位大众啊，现在在此地才开始学啊，将来你们成了佛之后啊，个个人也都是无量光无量寿吧。这样一说来，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啊，不是专指一个人啊。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，那个真正的意思是赞叹这个法门，弥陀法门。弥陀法门特殊在哪里呢？一佛念佛，直接教导你一个成佛的方法。华严上跟我们讲的理论，法界从哪里来的？宇宙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呢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把这个问题答案说出来了，是心所变的，识啊，心所现的，识所变。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
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就是解释为识所现。什么叫为识所现？就是从心想生，心想是识，本这一个原理，你心里头想佛，你就现佛；想菩萨，你就现菩萨。这是把佛法了，无量无边法门修行的大总持法门教给我们了。想什么现什么，那你为什么不想佛呢？念佛法门就是依据这个道理，根据这个原理来说的。一切众生想什么？想名闻利养，想五欲六尘。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变现什么东西？变现恶鬼畜生地狱。所以佛给我们说了，三恶道的业因当然很复杂。在复杂的因素里面，总有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。主要的因素，贪嗔痴，魔鬼贪心重啊，天天起心动念想贪，贪名、贪财、贪色，只要是个贪，你是想鬼道啊，你将来就会变成鬼呀。贪心重的人是鬼头鬼脑啊，他将来就会变过鬼去了。好，我不贪五欲六尘，不贪财色名食睡，学了佛法了，贪佛法，贪佛法还要到鬼道里面去。不是说你啊那个贪心换了对象啊，是要把贪心断掉啊，你才不落鬼道。鬼里面也有很享福的鬼，你贪佛法呢，可能是变个有福报的鬼，你贪别的世间法了，大概就变恶鬼了。这鬼种类很多，不一样啊。佛法也不可以贪呐。般若经上讲得好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不可以贪。嵯慧心。堕地狱，愚痴变畜生呐，岂不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吗？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一天到晚就想佛呢？所以念佛堂里头不可以有另外的字样啊！看到会教念佛的人起分别心了。只有一尊佛像，而且一尊佛像用一个模式来做，不要说好多种不同的那个佛像，看到这个，好，看到那个又起分别心，又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。我念念呢为大家想啊，希望大家说能够得清净心，能够得平等心。一心称念，你容易成就啊。所以他第三句讲，是教众生变一切，变一切就是称心。如果不称心，就不能变。只要称心，就变一切。就是前面一首偈里面所讲的无上道啊，变一切才是无上道啊。是是指示啊，教是教导啊，教导众生是是指示啊，法之邪正，
四知是非善恶，教是教他怎样修行。修行这两个字意思一定要懂，行是我们的行为，起心动念心的行为，言语口的行为，身体动作身的行为，行为有了错误啊，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我们的行为不善啊，常常会造恶，心里想的是恶，说的是恶，造的是恶，把恶修正为善，这是修行，这是不了义的修行。什么叫了义修行呢？身与意三业都能与自性相应，那是真修行啊，那就是前面讲的无上道啊，此地讲的遍一切啊，就华严是大经啊，是化身大士的修学，所以他的标准是以与自性相应，与化身相应，他是以这个。但是这个我们学不到，我们必须把这个水平降低，降到善恶，降到邪正，与我们有利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